好难受。细菌扩散计划看来很成功啊，你们人类就好好尝尝被细菌折磨的滋味吧。夜行联盟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，有一种古怪的疾病正在平息式扩散，而且蔓延速度很快。我已经获取细菌相关数据，正在进行分析中。队长，这场怪病是怎么开始的？还有其他的线索吗？前几天暴雨过后突然爆发了多起病例，目前怪病还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。更糟糕的是，目前并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。估计是那场雨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海城，你该不会也被感染了吧？你别胡说，我没事。我们得抓紧时间调查才行。讨厌的变形联盟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们打败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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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对了，也许这个办法可行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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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别吵了。狂甲，你可要对我的金鹰兽尊重一点。嘿，我为什么要尊重一只大苍蝇？嘿嘿嘿，这只大苍蝇可能是我们制霸地球的关键呢。什么？苍蝇能传播的疾病多达50多种。我让金鹰兽带着细菌飞到宇宙，利用雨水把细菌带到平息室每个角落。我真是个天才呀！汪汪！哼，不想办法打败变形联盟，光整这些没用的。哎，就说你不怎么聪明嘛。嗯，什么？你想想，如果人类一个个生病倒下，到时候整个地球的能量，不是整个地球，就是我们的了。至于解药嘛，只在我的手中，可惜他们永远都拿不到它，让那些可恶的人类一直活在被细菌折磨的痛苦之中吧。神机手，分析结果出来了吗？目前只能肯定这不是地球的细菌，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比对。啊，侦测到虫兽了。神机手，你留在基地继续查找细菌来源，霹雳炮协助特勤队安顿患者。收到。长臂、海城，我们出发。走喽。虫兽出现了！金鹰兽，快吸收更多能量给虫王大人。变形联盟动作真快。今天看来是一只大苍蝇啊。长臂，我们上。游戏开始喽。哎，真没意思。鬼鹰，快给我来点像样的对手。海城，海城真的被感染了。长臂，我们得速战速决了。知道，正有此意。赐予你虫王大人无上的力量，消灭他们。
拦截成功！什么？这糟了！强袭普林士，你行不行啊？你风暴长臂，不要过来！虫兽的攻击玻璃藏着细菌。什么？知道我金鹰兽的厉害了吧？来，多给他们来一点儿。强袭普林士，你这脆弱的家伙先歇着吧，交给我宇宙第一来解决它。打不到，打不到！你风暴长臂，不要轻敌。我该不会也被感染了吧？永别啦！没来晚吧？我们的加入让成功几率提高至96%。巨能霹雳炮、超能神击手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我明白了，交给我们吧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，超越斗神，一定要成功啊！超越斗神，合体也是没有用。金鹰兽，快给我打败他们！什么？什么超越斗神，就这么点实力吗？不如这样，鬼鹰，你把解药交出来，这次我们就饶了你。想得美，好好感受细菌的侵蚀吧。再见了，变形联盟。鬼鹰，我们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可恶的变形联盟，这太难受了，没办法了，金鹰兽，释放解药，快呀！让鬼鹰也感染，就可以逼他拿出解药了。海城，这招不错。什么？原来是你们计划好的，太卑鄙了！你们等着瞧。鬼鹰大人，看招！原子裂变加农炮，虫兽释放解药时，我采集了样本并加以复制，把这些解药发射到平息室上空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
烈火是原始且强大的能量，既然这样，就多来点火花。太好笑了。就是啊。怪兽来了，怪兽难道是虫兽？不要啊，海城，等等我。混乱，再多来一点混乱吧。变形联盟，狂甲在市区大道上大肆破坏。这快，这里需要紧急支援。天哪，海城，海城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动作快，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你在哪儿？你没事吧？嗯，没事，我看到你们了，我带着大家躲起来了。很好，注意安全。还等什么？游戏时间到喽。哼，又是变形联盟，出动。说了多少次别派小喽啰了，直接派大虫出来呀。哼哼，早就派出来了，你们没发现吗？什么？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虫王大人无上的力量，消灭他们。光是变大实力没有增强也是没用的。力风暴长臂，别轻敌。嘿呀，巨能霹雳炮，你真是石头脑袋。力风暴长臂，小心！巨能霹雳炮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谢了，巨能霹雳炮，都是你这只大虫，看我宇宙第一的厉害！挺大，巨能霹雳炮，你动作太慢了。巨能霹雳炮，趁现在攻击。什么？呼风兽的实力才真正展示，除掉普利士。巨能霹雳炮脑袋坏掉了，太奇怪了，一定是虫兽搞鬼。这虫兽是啊，是胡蜂兽。胡蜂别名黄蜂、马蜂，世界上已知有5000多种胡蜂，它们是群居性昆虫，一群蜂少则几十至几百，多则上千。胡蜂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昆虫，当人畜靠近巢穴，它们往往就会发动攻击，甚至能连续快速的攻击，且毒性更强。超能神机手，扫描一下巨能霹雳炮，它体内是不是有蜂毒？对，而且浓度很高，高浓度蜂毒会让人意识不清，甚至产生幻觉。
一定是刚才胡风兽的攻击让巨能霹雳炮中毒失去了意识，我们得先想办法解决风毒的问题。巨能霹雳炮，是我强行不离世。嘿呀，我上前三两下把巨能霹雳炮打晕不就行了。哎，你呀、啊、就不能用文明一点的方式解决问题吗？根据推算，我只需要1分26秒就能调配出降低风毒浓度的化合物。对了，长臂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这太简单了。嗨，巨能霹雳炮，该洗洗澡了，我来让你这石头脑袋清醒一下。我懂了，超能神经手在水里加入了能降低风毒浓度的化合物。强袭普利士，我这是太好了，巨能霹雳炮，你醒过来了。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没有人。胡风兽，攻击，攻击！攻击手无寸铁的人类，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冲着我来！好，我就成全你，上吧！不，强袭普利士！强袭普利士，这守护地球是我们变形联盟的使命，不能让强袭普利士一个人出风头，动作得快，风毒就要发作了。好。不肯投降是吗？我就一口气除掉你们全部。大伙儿，我们倒下之前是不是该放手一搏啊？这是必须的，我等很久了。变形联盟超星合体，变形联盟居然还能虫族，你们听好了，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，我们变形联盟也永远不会向邪恶势力低头。超变战神加油，我们速战速决。战神斩！变形联盟，下一次一定给你们好看！林风暴长臂，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。普利士，变形联盟，你们合体的超变战神太帅了！嘿嘿，还行还行。不过胡风的毒性很强，变形联盟，你们真的没事吗？嗨，当然没事，一点点风毒，这对我宇宙第一而言只是小意思。没事就好。哇，好香的汉堡啊！什么汉堡？该不会是我吧？不要跑吧，给我咬一口！看来长臂体内的风毒还要一会儿才能化解，就算没毒他也一样傻。卖我汉堡。我不是汉堡，不要追